宜兰东山新寮水枪步道最近有民众发现，这吊桥两边螺丝拧起，这期无好好维护。林业处表示，这问题即卖已经解决了，平常时拢有派人巡检，桥梁拢有定期检查，安全无问题。民众在东山乡新寮水枪经过一座吊桥的时候，所发现两边螺丝全部拧起，会当轻踩船，感觉通过这款的桥梁真危险，建议各部门无得管。应该要通知那个相关单位，常常的维护，还是要把它弄好比较安全啦、啊，因为这是长长久久的事情。新寮水墙步道有两站水墙，过去因为洪台洪比高年经过整修重新开放，全长1.5公里，离靠所在到第一站水墙距离1公里，第一站到第二站水墙有500公尺，这几年加做东山乡热门景点，部分平价天拢吸引不少游客来。来到步道吊桥，一旦发现螺丝已经锁安，要不安全感是不够的，有关户外该怎烦恼？这一块其实人他只是用眼睛去看，他可能没有去注意到那个螺丝有没有松动。所以他就问我们，一发现这种情形，我们也有请巡视人员啊，就是以后就针对螺丝部分，请他们务必用手去转看看啊。林教授表示，吊桥螺丝已经重新锁安，是因为破坏，也是抢修时间不锁安，也爱调查。未来会第四块维加增监视器，避免因为破坏。经由平日大礼拜拢会派员巡检，同时每两年也请专业单位安检，安全性无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